6月2号下午，艺人陈海琳在将军澳电视广播城出席六月星辰活动。此次活动是为 TVB 所有六月生日的艺人及工作者举办的一个生日派对，他们一一与生日蛋糕合照留影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之后众寿星均参与了同唱生日歌。许愿、吹蜡烛、共同切蛋糕的生辰庆祝仪式，陈凯琳以一身红色装扮现身活动现场，特别抢镜。本月23号是她踏入25岁正日生日的日子，分析生日是否与家人和男友郑嘉颖一起度过。凯琳称，生日当天应当在工作中度过。今年生日就要工作度过，因为现在要开一个新的地局，所以应该今年都没有时间跟家人啊跟。朋友一起过，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都想跟他们吃一个饭。谈到父亲节19号，与他生日23的日子相隔不久，凯琳也希望在这期间能与父亲一起庆祝，更是好上好。我想啊，因为就是父亲节就是19号，那我生日就是23号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，我就觉得可以一起吃饭，就可以再开心一点嘛。在受访时又问到男友郑嘉颖平时有没有惊喜给他，凯琳笑说郑嘉颖在不同日子里都会有惊喜给他，也有小小的期待，因为他在不同的日子的时候也是会给我不同的惊喜，那但是如果有时候呢期待太多的时候，如果没有这个效果，自己也是很难过的，所以不想太多就是好一些。